唉，可是他的等级其实已经很高了，利用这个家的等级其实很少。先加一个哭哭脸嘞，我感觉应该我们派一堆八级去玩一场好了。清一色丑妹，好像派八个铜牌出去打头阵，各位。那我们休息一轮，然后就要去挑战 Moon 了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一群铜牌。一群铜牌，我的天哪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お客様。噔噔噔噔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噔噔噔噔。ようこそ、サンシャイン。よろしく頼むや。反正这边都是一群穷酸宅。お待ちしてます。我们来看看八个铜牌认真玩一场，可以玩到几分好了？玩到多少钱？八个零没钱的，不是没钱，八个几乎没练过的铜牌，在第一区可以赚到多少钱？こちらに。田島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铜牌场哎，拜托。平常想玩还玩不到的铜牌场，拜托。盛り上が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太皿交換。助かります。太铜啦！每个来酒店的人都是贫穷人哎。那每个人都不开心，因为即使是铜牌客人，也想要有白金牌的小姐服务。Menu。ご延長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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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よろしく頼むよ。盛り上がってきた。最高だよ。サンシャインどうぞ。すごいタイプだ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やったー。イエーイ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不过铜牌客人有个好处，就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没这么多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噔噔噔。嬉しいです。ご延長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是贫穷的客人都不想要加节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レディースグラス。不知道我等下开一个三等的狂喜，可以开到什么？开赚到多少？マジモ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な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どうぞこちら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这种可以加了吧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你也不加？盛り上がりましょ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また来たよ。メニュー。ありがとう、マジモさん。ご延長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。こちらになります。
好多一等的铜牌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淘气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刚刚在讲什么？对啊，我去买了。我看你还没取到，这个是我的。对啊。就是三合一的那种。不会啊，这种包的通常都不会补吧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？就不会苦啊，它有加奶啊。这群铜牌要怎么赚钱啊？算了，我派这群铜牌出来，本来就没有好好赚钱的意思。其实钱也是不少哎、欸，你看这他还是有两百万、一百、两百万、两百万这样。噔噔噔噔噔。应该还是有一千多万吧。こちらになります。やったー！めっちゃ嬉しい！やったー！こちらが素敵です！お願いします！最後一個就是真彩了各位。嬉しいわ！嬉しいです！お願いします！賺不到鑽石場的一桌。你這樣講也是有道理耶。ご延長はいかがでしょう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楽しい。待たせすぎだろ。之前不是有先开张环全部接客，我就让他们坐在那边啊，就是不接啊。还行啊，其实一千多万勉强赚一下。非常抱歉，特别练习一下。それじゃあ、はい。どうや。我会让你非常满足。又来了，他就说：“我们来代课练习吧。”我会让你非常满足。私、真嶋さんに質問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、聞いてもいいですか？我有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！哇，いいんですか？じゃあついでだし。什么都可以问哦。じゃあ真嶋さんどういう女の人が好きですか？そうやな。明るくて元気な愛さんみたいな人ですかね。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女の私から見ても感觉好像学错了。魅力的だと思います。なるほど。そうや。なんとなく気になってただけです。それだけです。我想去解刚刚那个人的、啊，可是我现在
找不到他的那个。白痴，不然他是不是任性，不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吗？不然就应该要选上面那个，我觉得应该是要选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之类的。そうですね。这个有加，就是他已经不会达到 perfect relation 了，但是应该没什么差了。因为其实他这个就是让你玩而已。伊さんは何でも聞いてもいいよって言われたら、何を聞いたらいいのか、ど忘れしちゃいました。え？和島さんもど忘れの失敗経験あるんですか？弄错女人的名字之类的。好想选框哦。それは複数の女性経験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か？いや。そうですか。で、不好意思。あ、他一个生气耶。聞きたいことを思い出しました。我想说，感觉就应该选择这种八七的。マジマさんってその结婚了吗？結婚してるんですか？え？結婚？看起来结了吗？全然想像。そうか。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。そのことが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たんですよ。もちろんです。それじゃあ結婚の話が出たから、ついでに聞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、和島さんって結婚願望ってありますか？ですけど。そうやな。再选错一个是不是要包啦？そうですか？真島さん意外といい旦那さんになりそうだな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。え？お世辞なんか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哎呀，别说了。真島さんみたいな旦那さんがいたら。毎日幸せに過ごせたらなって思いますよ。なるほどな。这样子应该都是 normal lesson 了吧？最后一个问题了。マジマさん。マジマさん。又在嘟嘴皱眉。マジマさんは私のことをどう思ってますか？ずっと聞きたかったんです。答えてくれますか？そうやな。大事ってどういう？重要的。但是不只是这样。え？え？私のことを思ってくれてたんですね。嬉しい。でも、不動如山。女の子にどっしり構えてるなんて表現、失礼ですよ。いや。分かってますよ。冗談です。哎，这还是一个 good lesson 啊！お疲れ。哎，怎么是 normal lesson？
你看我那么认真回答，才加三分之一格而已。好啦，该去挑战了，得把红牌们都拿出来了，这些铜牌都走开。阿妈还是去最后面好了。噔噔，哎，存个档先。这个墓区要是弄好的话，就会拿到真彩了。哎呦，有没有我的哇啦哇啦五郎？哦，是呼啦呼啦五郎。哦，狗咯狗咯，我狗狗，安安。安安躲切神谷先生，安安，我是你节目的忠实听众，谢谢。之前我去公园厕所的公园的厕所，有人涂鸦，我好寂寞，请回我爱心。啊，涂鸦当然是不可以的哦。咦？自己觉得羞愧男人的事情。啊啊啊！第二次中选，再一次就会成，再次就拿到100万元礼物了，各位。中选喽！噔噔噔噔！噔噔噔噔！你竟然在看人家打竞技场？对啊，他在退去开台，开到他买了一栋房子。这个人是谁？收大发品啊，超有名。我知道。他是专打魔世界。那。收大发品。后来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打炉石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就单纯是打魔世界了。是吗？他什么都玩，他已经养成他的粉丝什么都看了、啊，只要他玩就好。看魔兽在打的时候，观众很他就是打 PVP 起，我知道啊。哎，他就是在奥格玛插旗，说你跟我赌钱，我输了的话我给你十倍的钱，你给我十金啊，我输了我就给你100金，然后几乎都没输过。他是玩狗脚啊，他妈德鲁伊是狗脚，单挑最狗是德鲁伊哦，智障脚。该来劲敌战一发了。马吉马桑，哇！左边右边这两个应该都可以吧？为什么一个秘书胸口开成这样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排场排出去还不直接压死他，把那个右边那个山羊劈掉！哇，这个排出去真的是吓死人嘞！来吧，干嘛给我看这个羊田啊？我不要看你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大家一起奋斗努力吧。他刚遇到一个萨满，然后被每一下都封路，他被每一下都封路。这一定屌打、啊，怎么可能输你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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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不是三千，你都走过哟。妈的，电脑都作弊呢。一开始先派月子出去，反正能够卡哇伊，月子又卡哇伊了，是不是？
只有沙西能够满足他。等下再来一个 party， 然后喜欢 cute 的就麻烦了。赶走客人，别再赶走客人了啦，赶你老母啦！贱，派月子先，因为可能会有人是那个指名的，所以先，哇，他还把我的客人弄得不爽，好尴尬了。我要先赚到第一桶金。要先赚到第一管那个狂喜才有办法，才有办法赚七客人用。是要打沙西的，沙西是左上角那个。所以我们要等他一坐下来，我就要交换。ご延長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先把这两个人解决掉。メニュー。メニューですか。哇，这场战斗不好打哎！一换下去，他就应该就不那个了吧？哇，又把我的客人全部赶走，你哪骂嘞？那牙医的，别开玩笑，大大哥哥姐姐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Hibiki， 小小。不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可以赢。美女，他一直把我的客人赶走。好，准备要开大了，两等的，两等的。两等的，两等的，两等，两等的。出。他现在找到他要的，他应该会加解啊！对对对对对。Party。阿妈 Go。换我开始屌钻了。我怕是怕等一下又开始打，我就尴尬了。我现在开始急起直追，别啊！哦，还好他只……哎，别啊！哦，还好他只赶走阿妈那一桌的而已，阿妈那一桌的客人被赶走，哎。有有有，全部狂喜，这边应该可以追一波。我干，我按错了，我不应该再给他们钱了。大富翁就不开心了，各位，有钱就是任性。靠北，牙医快不行了。他一直把我的小姐的体力弄低耶，超烦的。牙医的，噔噔噔噔，就他生气，就让他去生气吧。嘣嘣嘣嘣嘣。小姐快死啦，小姐都快死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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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哇，他又让我的客人疲累，完了。小姐要死光光了。哇，别啊，状况不佳。只好靠阿嬷了，阿嬷出去。哇，小雪的体力快耗家了，耗光了。我要怎么办啊？这样过得了吗？我的体力其实都已经很高了，所以我应该都要用买礼物给小姐姐的方式。这边应该可以帮她那个，让她的体力回去一点。噔噔噔噔噔，发生问题。好啦，你滚好了。哇，这样子会不会过啊？轮回钢。你每一个小姐都快刷赛。最后几秒钟了，别再赶啦，白目哎、欸，哇，还是屌打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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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了，哇，四十等，钻石阵容 ，OK。OK， 钻石阵容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00 520 OK， 屌打！那边出奥波，还不是被我屌打？哈哈哈哈哈！很谢谢大家。恭喜咯，好不甘心哦。不可原谅，我将会输。又要打架是不是？你对个人那么执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又要打架了。等一下，我血怎么这么少啊？还好我有龟壳花饮料。还要打架是不是？打架这种小事情就交给卑鄙的外乡人了。我是卑鄙的外乡人，他有四条血，他也太硬了吧？怎么这么会扭啊？你这么会扭，我干！我发现其实他好像直接跟他打就好了吧。等一下啦，我的枪怎么拿不下来啊？喂？
所以他真的是不要逼我。哦、他踢我脚哎、欸！房上面他踢我的脚哎、欸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卑鄙的外乡人，等一下，没子弹了。怎么卡卡的、啊？嘣！哇、哦，他钱超多的，抓！我接他一套，他就直接给我超级多钱的。干，他可以破我防哎、欸，他好猛哦、喔！果然不愧是 Club Moon， 但是我、哦、是 Glend 的总经理。哎呦呀！我输了，你打赢我了。他到底为什么要一直想要？收掉 Grand， 我的目的是打卡夺走了我妈妈的 Grand。那你来喝酒吧。洗白之龙。大家一起服务他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经理嘞？
哎、欸！喂！我靠 ！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Fuck！ 喂，哎呀，这件事青梅就交给你了。每个人一洗白就会死掉，哎。